全力以赴，燃尽吧！
保持警觉，队员。呀，志阳。有什么事吗？从这里的二楼出发，可以继续深入福斯湾城区。嗯，你说楼梯坏了？没关系，我们有更便捷的方法。月之环里储存了一种纳米级别的特殊溶液，可以在接触空气时迅速凝结成固态。通过快速发射这种溶液，我们就能得到一种坚韧且具有极大粘性的绳索。你懂我意思了吧？手术模式。手术模式，行动开始。这里是造型好奇特的建筑，
队长，等一下，前面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啊，你发现什么了，莱尔？有一些怪物聚集在圆形建筑外，他们的样子有些奇怪。听我指挥，锁敌，贯穿，收束模式，收束模式，收束模式，抓紧时间。看到外形应该也是构装物的一种，但是明显和其他种类有区别，行为更像人类。等等，现在好像不是在意他的时候。他的手下样子有些奇怪，这种速度和力道，怪物好像变狂暴了。刚刚那一针的作用吗？哇，真是可怕的护士姐姐。总之先解决掉狂暴化的怪物。锁敌，贯穿，收束模式。队长，我们要追进去吗？敌人的异常行为让我很在意，而且这里也是前往摩天轮的必经之路，抓紧时间。收束模式。咦，恐怖护士呢？他逃走了。不要放松警惕，先检查一下建筑内部，抓紧时间，抓紧时间。没有发现构装物反应，那家伙好像真的消失了。队长，你在看什么呢？维修日志，看来那座电梯可以通往上层，但是需要更换备用组件。上面写了电梯维修公司的地址，我们应该可以在那里找到零件。既然找不到那只怪物，我们优先修理电梯吧。完全解放。贯穿，收束模式，收束模式，收束模式。行动开始。这一带应该就是中心市区了。
全是空无一人的楼房，还到处渗水。这里的居民都希望他们都安全撤出了盛放单。